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大力，欢迎收看大力侃电影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高智商女儿与父亲的感人故事。影片男主小山因为智力低下，只有相当于7岁儿童的智商，所以一表人才的小山只能屈身在一家咖啡馆做着打杂的工作。尽管如此，还算待小山不薄的老天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，女儿小蛙出生了。但是小蛙的母亲在生下她后就离开了父女二人，至始至终没有在影片中再次出现。无奈初为人父的小山只能一人照料起小蛙的衣食起居。在生活中，虽然小山智力低下，在照顾小蛙的过程中跟普通父母相比要逊色许多，但是小山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学习关爱呵护自己的小天使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蛙也逐渐长大。长大后的小蛙似乎并没有遗传父亲小山的智商，反倒是在同龄孩子中小山被当作嫖客，被带到警局喝茶。事后，虽然小山山只能找到律师阿美恳求帮忙。一向分秒入境的阿美面对口袋空空的小山，自然不愿多说，甩手就让他出去。但是随即也招来了同事异样的目光。本来就认钱不认人的阿美，在公司就已经天意弄人，就在他离开咖啡店时，一不小心咖啡全洒在身上。穿着一身乌泽西服的小山出现在法庭时，已经难掩内心慌乱，随即被对方轻车熟路问到无话可说，彻底失去女儿的抚养权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对女儿思念至极的小山干脆把家搬到领养小山的养父母周边。于是小蛙则每天都会跑出去找父亲。